个全新的系列 G 系列啊，这部手机呢是华为的 SG300。它采用的是一个四串 WVGA TFT 的屏幕，然后配备一个三核心 1.4GHz 的处理器，可惜的是我们不知道是哪一家厂商，现在它的界面我们可以看到，其实跟以前华为在香港推出的基本都是一样，系统方面也是采用一个 Android 2.3 的系统，但是上面已经说了，它未来可以升级到 Android 4.0，后面我们可以先看一下。后面呢，配备一个500万像素的镜头，然后下面有 LED 灯，然后有 With Google 的字眼，也有那个华为的 logo， 上面是一个播放喇叭 speaker， 然后后面我们看到有一个洞，这个洞我们相信是一个32米的功能，用来烧住进行的，然后下面我们可以看一下，下面的部分就是一个 3.5mm 的机，然后一个开关键。然后另外一边就没有其他的东西，下面都是一个基本的一个三个按钮，比较特别是我们可以下面按一下，它会就会亮灯亮起来，就是按的情况可以亮起来，然后背盖后面就是金属，旁边就是木棉塑胶，所以手感上其实也不错的，跟其他华为新推出的产品一样，它是采用了人体工学的设计，所以圆边也会有，让手感特别好，如果以以往的华为手机跟现在来比较的话，我们可以看到明显不一样，因为它可以看到手感会比较好一点，而且这个四寸屏幕看起来也挺舒服的。我希望它未来快点推出的时候可以看到是安卓4.0的版本。